人面兽心的毒妇，我要杀了他，为我二报仇！15年前我母妃的妖毒案，似乎也与他有关。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？殿下，属下就听到这么多，你所言是否属实？卑职不敢欺瞒殿下。为氏只是替罪羊。 真正的幕后始作俑者是皇后。你已经让绿王钟情于你，对你深信不疑。目前看来，你完成得很好。现在姑母有新的嘱托，听说绿王府来了位女子，她身上携带着能够威胁大梁安危的鱼符，你找个时机把鱼符带来。这，不知青儿。 听明白了没有？青儿知道了。只要我用我的花式育儿经，一定可以把难关拿下。你无儿无女，何来的育儿经？莫非是王妃想为殿下生儿育女了？这是属下去鬼市寻得的一好物，这叫送子丸。你怎么了？男人吃了该丸。 妻子便能如愿有身孕，你喝酒了？你要干嘛？耍流氓！我没想到，宋子丸竟是媚药。事到如今，恐怕身份已经败露，以后得更加小心才行。李丞相在密报中告知本宫，刺杀小皇帝行动失败。 南靖国的兵权，仅听鱼符差遣，不知渭南庆子堂过来，是否带着鱼符？父皇，无论如何，儿臣都相信三弟，绝不会做谋逆之事。下一步，你将此密令飞鸽传书，交给阎罗密探。是。寄储在南靖国的心上人，南靖国的长公主。 魏南一，他就是绿王妃。小青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不必局促。你不局促就好。姐姐局促什么？爹爹的家也是姐姐的家。对。看来我真的是错过太多了。你可参与了爹爹和公爷哥哥食欲在的生活。怎么感觉我才是个局外人？再观看一家三口的合家欢电影。